五千年华夏文明，每一件文物都留下了时光的烙印，走进国宝唤醒记忆，见证着我们的生生不息。大家好，我是鞠婧祎。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、酷狗音乐、南京博物院联合推出的国宝传音计划即将上线，我将参与南京博物院主题推广曲《灼光曲》，快来跟我一起守护国宝，聆听故事，传承经典吧。